着全球的菩萨们呐、啊，归来呀、啊，归来呀、啊！这一次呢，20多个国家的慈济人回来受证，人数啊，2000多人呐、啊，可见呐、啊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在国外的撒播出去的种子，粒粒种子啊，人人都能深深的植入在心坎里，一粒种子成就了无量的种子啊！人间菩萨一生无量，无量从一生，这就是要净化人间。佛陀来人间啊，来去诸如，他要教导的菩萨在人间也要花心力愿啊，气来自如啊，不要像我们凡夫，就是不由自己来，来了就不想要再去，大家人都很怕死、哦、那既来吃啊，都很期待了长命百岁，现在百岁人是越来越多，百岁够不够还是不够，那长命千岁能不能，是不可能。不过呢，人总是有来就有去啊，但是众生呢，大部分来到人间啊，尽管是苦难偏多，大家都不吃苦，都是在黄连树下呢，不吃苦的种子在我们的头上周围，只是在那里呢弹的琵琶自我娱乐啊，不知道头上周围都是苦的种子啊，只是在这样黄连树下弹琵琶哦，这都是人生啊，苦中作乐，但是呢，还不断的一念无明，一念起，为所欲为的做，这样的把人生啊，就变成了浊气很重，人我是非啊，从小小的人间范围，自己的人与我之间的范围，那慢慢扩大，扩大到了意念无止境啊，这迫害山河大地，那才还不断的呢推动了人人消费，产业不断的扩大，那就会成为这空气污染的啦，而不自知那样的尘暴，那一种的非常的微细的这个沙尘啊，就好像沙尘暴一样的，那整片的天下总是那样的蒙蒙雾雾哈，很多人呐、啊、出外就要戴着口罩哦，这都是呢人类的累积呀、啊，这大自然界的这个无名
贴红啊，那也有那样的好大雨啦、啊，很多的地方的淹水，这都是呢在气候不调，没下雨，那就是沙尘这么的蒙，下了雨呢，一下都是不可收拾哦。在中东里呢，的确灾难也是偏多啦。那这人世间呐、啊，真的都苦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是不知不觉呀、啊。还有呢，美国也是一样啊，火灾、水灾呀、啊、风灾呀、啊。龙卷风啊，不断。那虽然是有水灾，却也还是呢干旱呐、啊。现在他们呢也在呼吁了，平时要集中水系统呢，这都是在提倡中。那我们平常呢都一直在说，水是大地的大生命。也是我们人类的大生命啊，人类没有水活不下去哦。那大地没有水呢，是一片干，五谷杂粮毫无生机哦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呢，要懂得如何来这个珍惜大地物命，不要浪费，你浪费多了，消费多了，就会造成了空气大污染，就会气候不调和啦。这都是我们要好好的用心提高境界，那净化人心啊，这才是社会的祥和。慈济人在日本也是很用心在投入呢，这种长期呢，不断长年累月不断不断的去跟他把干净哦，那终于呢，把皆有啊，只要让他们欢喜接受慈济人，接受给物资的帮助，再接受慈济人呢。拉把他站起来，走入人群，帮忙做环保。看到他们啊，不在那样的小角落空间里啊，现在呢，已经抬头挺胸站起来了，跟着慈济人一起穿起了背心啊。都可以呢去做环保，这都是净化人心啊，让人人有用，人人生命价值观都能提升起来，这都是慈济人长期的付出啊，热食送好多年了啦，换团啊等等呢。都不断的从不能接受到能接受，那从接受变成了朋友听话，而且呢跟菩萨们的队伍在一起投入人群去做呵护大地的，这都是很令人感动的事吧。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是这样，看到了菲律宾半个月前一个台风啊，造成了呢吕宋岛的重灾难，慈济人呐、啊、也是投入去了，看到了整条街道还有学校都很厚厚的泥泞不堪呐、啊。慈济人赶快去带动了以工代赈，人人听到了有钱可赚，而且呢比平常的工资高，更重要的
是把自己的家园清理好，让孩子也可以读书，让自己的家也可以住，又能赚到工资，所以呢乐意接受、哦、看到他们恢复了生活生机，这都是很开心啊。